各位主內主內嘅弟兄姊妹，各位網上嘅朋友，大家好！祝大家咧係主內平安。喺疫情猖獗中，我祈求神咧係保守，我讓大家咧同埋你哋嘅家人咧都可以平安同埋健康。嗱，雖然咧或者大家都知道嚇，但我仍然係想係向大家係報告呢、這個咧係琴日咧上週公布的疫情的數字。美國疫情已經進入了另外一個週期，每日好像都是創新高，還有兩個星期就是感恩節，我可以估計會更多人會受到感染。這個是加州的情況，雖然是不再是全國第一，大加州的疫情仍然是非常嚴峻，數字顯示我們會迎接新一浪的病毒的衝擊。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在非凡時期我們要特別小心，盡量避免可能是被感染的機會，戴口罩、勤洗手、保持六尺距離，盡量是避免和陌生人有任何的接觸。另外在政治上，即美國其實也面對一個很 嚴重的一個考驗，大選之後大局還未塵埃落定。在這次的大選呢，即看到美國這個國家越來是越分化，越來越是兩極化。在四年前和今年的大選，雖然未必可以說是choose between two evils， 從兩個邪惡的人當中是選一個，但是最少呢， 我要從兩個其實兩個都自己不喜歡的人呢是選一個做總統。那為什麼要投票呢？其實就是盡公民的責任。其實我不明白，即係點解四年前即係 Donald Trump 要參選總統，點解而家已經係74歲嘅人要尋求連任？點解一個成功嘅商家要競選總統？即係我唔知係咪佢真係對呢個國家有抱負、有承擔同埋有一種使命感喺度。我也不明白為何是、表面上已經是輸了，而 Donald Trump 呢是不肯認輸，要爭到底呢，是為了一口氣，因為要討回一個公道呢？如果最終是輸了的，即可能他會賠上一切，成為最大的笑柄，值不值得呢？但其實我都會問，四年前不選，即點解而家78歲高齡嘅拜登竟然要問鼎白宮呢？就算俾佢做得到美國總統，對於佢又有咩嘅利益呢？對人民又有咩嘅好處呢？即點解我哋又睇唔到長江後浪推前浪，世界新人換舊人呢？即唔通美國嘅政壇係缺乏咗優秀，而且是相比年青的一代嗎？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美國總統的平均壽數，即是的壽命是有多長？72歲。所以無論是這個特朗普連任或者是拜登是當選，其實都很有可能在任期中死亡。即我會問，即他們一切的努力值不值得呢？有沒有意義呢？特別如果是拜登是當選的，亦都在任期死亡的，總統寶座會拱手給這個賀錦麗，值不值得呢？他又可不可以升任呢？美國在未來的四年即會是怎樣的呢？很老實，即我不是那麼樂觀。自從1974年來到美國之後，我總是覺得這個國家越來越偏離神的道路，偏離
神的路又怎可以期待神的赐福呢？其实我越想就越感到无奈，越想就越感到担忧，越想就越变得会消极，甚至是绝望。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我想我们可以做的就是祈祷，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为我们自己，我们个人来的复兴来祷告，为教会复兴祷告，为我们这个国家是回归神的路上来祷告。今天其实我原先是准备另外一段的经文，但是上个礼拜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要从传道书和大家来分享信息。今天的讲题是虚空中的探杀。准备这个信息，其实我发觉到已经其实不少的牧师传道人在 YouTube 发放了很多有关传道书的信息。其实那时候我都会问，是不是真的还要讲传道书呢？但是神似乎就是没给到红灯，既然神是没有叫停，就我只是可以是尽我自己的本分，继续的是准备这个的信息。所以呢，如果内容是如有雷同，但是可以说是绝非巧合，我可以同大家保证的，我不是会抄任何人的资料，一切都是出自我对传道书的一些领受和理解。各位弟兄姊妹，各位网上的朋友，我不知道传道书给你有什么的印象，或者是传道书有些什么呢你会马上是记得的，可能是虚空，有可能是消极，有可能是无奈。我想可能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答案。那可能你都会觉得，即我跟着讲这个说话你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其实我是喜欢传道书这本书。那不知道是否之前是读这个力学工程的缘故呢，也都做了一些研究呢，所以我习惯是论文的格式的。传道书呢给我的感觉呢，就有论文的味道，有论文的格式。论文的格式呢就是这样的，就有先有一个的摘要 abstract，跟住咧係會談論到嘅佢嘅研究嘅方式，或者係一啲嘅結果一個 research， 然後咧係最終咧係俾到一個嘅結論一個 conclusion。即意思就話咧，即如果咧你係只需要睇呢個睇頭睇尾即睇個摘要同埋睇嗰個嘅結論咧。一个研究员或者是一个研究团队的贡献，或者多年的心血，即你可以用五分钟左右就看完了，还有明白某个程度这个研究的那个论点。所以如果你对细节有兴趣，那你就可以花更多时间去读这个研究。传道书就是有些这样的格式，前三節已經將整本書的 abstract 嗰個嘅摘要咧，係清楚係講俾讀者聽。傳道書從一個標題開始，在耶路撒冷作王大衛的兒子傳道書就傳道者的言語。但係其實咧，按照呢個文字或者原文嗰個嘅次序咧，英文可能就會翻得比較貼切啲，The words of the preacher, the son of David, king of Jerusalem。即我會咁樣嘅翻譯啦，就係這些話是出自傳道者，他是大衛的兒子，他在耶路撒冷作王。雖然好像有少少甩級，但呢個標題其實係即讲俾我哋听咧，系好多有关呢个嘅作者嘅资料，而且咧系照住嗰个次序咧，就系第一就系 the preacher 呢个传道者，
第二咧係大衛嘅兒子，第三咧喺耶路撒冷作王。喺傳統上，一般學者都會接受作者咧就係所羅門王。嗱，雖然我唔係咩嘅學者啦，但係我都冇特別嘅理由咧係反對所羅門係傳道書嘅作者。嗱，如果作者真係所羅門，嗱，我覺得好奇怪，即係點解咧佢冇直接講俾讀者知道佢就係所羅門呢？點解佢唔好似詩篇好多嘅詩人一樣咧？佢會好清楚講俾之後嘅讀者知道佢係邊個咧？反比嚟講咧，係呢個傳道書嘅作者咧，我覺得好低調啊，好低調，甚至咧好似喺度隱藏佢自己嘅身份。反而咧係強調咧，佢係 the preacher 那一位嘅傳道者。傳道者當然係中文嘅一個嘅翻譯，而英文咧係 the preacher。其實意思咧就係應該係 呢個 assembler 係一個嘅召集人嚇。咁我當然咧，我哋仍然係可以接受咧，佢係一個嘅傳道者，佢一個教導者，就係咧召集一群人咧，係嚟聆聽佢要講嘅一啲嘅説話嚇，或者係召集啲人咧，係聽到一啲嘅教導嚇。嗱，當然咧，咁樣我亦都係即係唔好明白啦。即係點解咧？佢要強調佢係傳道者咧？即係其實佢可以強調佢嘅家族嘅佢可以強調佢係大衛嘅兒子嘅一講到大衛，即係邊個人係即係唔信服啫？即係講到呢個大衛呢個家族嘅時候咧，我諗係好多人咧係好自然咧係會俾到佢嗰種嘅個注意力喺度嘅。咁點解佢反為咧係強調佢係傳道者呢？我都唔明白，即係點解佢咧係唔強調佢尊貴嘅嗰個嘅地位啊？即係佢係王嚟噶嘛？是萬人之上的王來的嘛，即其實他的話應該就已經是很有權威的了，但是為什麼他反為是強調他是傳道者呢？我想到的時候突然好像有聲音跟我說，那如果是你，你又會強調些什麼呢？在這個注重到你所讀的學校，你所得到的學位，同埋你有的學歷的社會當中，甚至在教會裏面，其實我們都會很強調到的就是學校、學位、學歷。你又會怎樣看自己呢？為什麼即你的會眾會聽你所說的話呢？在什麼你的話才有權威呢？當我聽到這個聲音之後，其實再一次是被謙卑下來，即是求我們主耶穌憐憫，憐憫我自己是不要是求虛榮，是不求浮華，是只求有神自己的話，是只求每個禮拜將我自己是從神所領受的話語和弟兄姊妹來分享。我再次感謝神對我的提醒，人或者會眾是否聽我們所說的話，就是視乎我們有沒有是從神所領受的話語。神自己的話語本身就有權柄。那講給第六者，即是他的身份之後呢，傳道者就是宣布一個很重要的發言，在第二節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英文是 Vanity of Vanities, Vanities, Vanity of Vanities, All is Vanity。 一節的經文 Vanity 虛空是用了五次。之前可能我都解釋過，或者給我有機會再跟大家解釋一下，
即希伯来文嘅，即用所以叫比较词语啦，同我哋中英文咧都唔一样。我哋中文咧，即如果系我哋会用即点比较啦，系会用更啦啊。但系咧，如果系最嘅啊，我哋就会用即最好或者系最极好，用咗啲咁嘅形式嘅，用最或者用极嘅。而英文咧就一般性咧系用加后边加一个 er 啊，所以如果系快嘅系 faster。最快的 fastest， 但是希伯来文呢，它即这个最或者极呢，它呢是用另外的形式来表达的，好像给一个例子大家，雅歌，雅歌，雅歌呢其实英文呢是 song of songs，直接的意思呢其实应该是歌中之歌，其实意思就是最美的歌，所以你看到呢是怎样表达是最美最好的歌呢，那就用歌中之歌咯，啊，即係咁樣嚟表達嘅，啊，咁而呢個嘅第二個例子咧係我哋成日都會認識嘅呢個萬王之王啦，嚇，Ye King of Kings 啊，咁其實咧直接意思就係王中之王啊，咁所以其實就係表達嘅意思咧係最偉大嘅王，所以我哋再睇翻呢個虛空的虛空啦，啊 ，Vanity of Vanities。所以其實就意思咧就係極度嘅虛空咁解。嗱，講咗好多關於呢個虛空嘅虛空啦。咁乜嘢係虛空呢？何謂虛空呢？嗱，咁咧就其實咧意思咧呢個虛空咧就係有一種叫做浮華啦、虛榮啦、冇意義啦、甚至係英文係 vapor 啊，好似呢個蒸氣咁樣啦啊，實質上就表達一種好短暫嘅意思咁解。所以虚空不是说完全是没有分量，不是说完全是没有价值，没有实质，而是呢是短暂的，是不能够持久的，即是带来是短暂的满足，是或者是我们中文说的过眼云烟，所得到的只不过是浮华短暂的光辉。传道者再問咗一個嘅 rhetorical question， 一啲嘅叫羞恥性嘅一個問題，即意思啦，係唔使答嘅啊，即係若然答咧，呢個答案咧係其實好明顯嘅，就係人一切嘅勞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有什麼益處呢？其實意思就係冇啊，冇益處嘅，毫無意義嘅。但人就點解仍然咧係喺呢個地上咧，係用自己所有嘅嚇嚟換取短暫嘅，值唔值得咧？對自己有冇長遠嘅價值咧？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即可能你都係勞碌一生，即咁樣仰問你，即你揾到人生嘅意義未咧？各位弟兄姊妹，各位网上的朋友，即再问大家，一般人其实追求的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来来去去可能就几样东西而已，成就、财富、权势、享乐，有这些的可能又好像以前我们中国一些的帝王一样，他们又会追求长寿。當然我們現今就不叫長命百歲，我們現在叫養生，可以活到120歲。但畢竟生老病死仍然是一個自然定律，我們不能夠打破的。有些人又會看這個人生好像這幅圖畫一樣，可能大家都像這隻的葵鼠咁嚇，好努力嘅，一路嗰路跑，但系唔知道咧，自己其實都係就喺呢個轉輪上跑，卻係原地踏步不動。傳道者有咁樣嘅觀察，佢睇到新舊交替不斷嘅重複，佢睇到自然現象不斷嘅重複。他看到人做的事不断的重复，所以对于传道者，人生呢是即
起碼初步嘅建立到嘅一個嘅一個論點咧，就係即係人生咧係毫無意義嘅。但作為一個嘅好嘅研究員咧，傳道者用咗好多嘅時間，佢都用咗十章嘅篇幅嚟記載咗佢嘅 research 啊，佢嘅研究同埋考程。佢發現到喺個中嘅就係睇到人生嘅嗰種嘅單調，睇到智慧嘅嗰種嘅虛空，佢睇到財富嘅徒然或者徒勞，而睇到嘅係死亡嘅確實。最後，傳道者有咗個 conclusion， 有個結論。傳道書第十二章第八節話：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即經過咗漫長嘅考證啊，多類型嘅考證，冇改變到傳道者嘅觀感，甚至咧更加肯定虛空嘅虛空，凡事都是虛空。那既然生活真係毫無意義嘅，咁點解我哋仍然要活落去咧？咁我點樣活落去而唔會覺得係感到即係無聊咧？即係我哋點先可以覺得係唔會係浪費光陰咧？我哋點樣即係點先可以覺得唔會係嘥時間咧？或者呢個嚟講，我哋應該點樣生活呢？喺第十一章嘅開始，即係傳道者咧，係其實講到咧一個我覺得好重要嘅一個觀念，就係責任感。嗱，的確係嘅嚇，責任感咧係重要嘅啊，責任感亦都係一個動力嚟嘅嚇，以至可以繼續咧係活落去。嗱，我要強調咧，即係。責任感咧唔係一件壞事嚟嘅嚇，我哋需要有責任感，因為咧好多人係需要你，亦都好多人係需要到我。嗱，可能對於好多人咧就已經足夠，已經有佢存在嗰個嘅作用，已經揾到佢自己存在嘅嗰個意義喺度。可能已經足夠咧，係使到個人咧係積極生活，而唔會咧係自暴自棄，唔會咧係消極頹廢。但係對於即係嗰啲仲係覺得唔足夠人咧，對嗰啲仍然覺得係即係虛空嘅虛空，凡事都是虛空嘅。最後傳道者俾佢哋有咁樣嘅忠告，讓我係讀傳道書嘅第十二章第九節至第十四節。再者，傳道者因有智慧，仍將知識教訓眾人，又默想，又考察，又考察，又陳說許多箴言。傳道者專心尋求可喜悅的言語。是憑正直寫的誠實話，智慧人的言語好像刺棍，會中之師的言語又像釘穩的釘子，都是一個牧者所賜的。我兒，還有一層，你當受勸戒，著書多沒有窮盡，讀書多身體疲倦。那其實咧，或者我暫停呢度嚇，即係傳道者咧，其實你喺呢幾節嘅經文咧，描述到一個我覺得係好重要嘅一個嘅觀念。喺佢最後嘅呢個話當中，我覺得佢提到嘅就係人生咧係一個嘅教室嚟嘅，或者人生一個課室嚟。我的理解就是，神呢，其實是透過不同的人事物，給我們在一切的經歷的當中，知道祂呢，其實呢，是教導著我們的。既然是人生是一個教室，即是我們應該怎樣來回應呢？
我会觉得就是，既然人生是一个的教室，就让我们能够懂得的是要细心的观察、聆听和反思，从中可以学习到很多的功课。最后传道书第十二章第十三节到十四节，他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这两节给我的理解，就是我们人之前是用很多的形式来寻求一些的答案，或者有这个的意义在。但你留意到其实是没有让神是参与在其内，即是没有神自己的参与，没有神的同在在。所以难怪的就是没有神的人生就是没有意义的人生。但是有神的人生其实就有目标、有意义、有取向。传道者提到两个的行动，敬畏神，谨守祂的诫命。原来这些就是我们存活，我们存活就是要敬畏神和谨守祂的诫命。原来这个就是我们的本分，这个就是原来就是我们的责任来的。传道者还给了一个理由，他说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与恶，神都必审问。即意思话咧，我哋要向神咧系要交代嘅，我哋要向神咧系嘅要负责任嘅。咁其实呢两节嘅经文咧，对于我咧传道者其实系描述紧咧系人生咧，其实系一个嘅托管嚟嘅，一个 stewardship 系一个托管嚟嘅，就系、是。即神咧，俾我哋喺世上咧，系几十年又好，或者系更长嘅时间都好。其实咧系管治佢所赐俾我哋嘅一切。佢甚至咧系俾我哋可以自己做决定，甚至咧可以能够厘定我哋同佢之间嗰个关系。如果我的理解是没有错误的，那我们应该怎样来回应神呢？若然人生是个托管，刚才在这个第十二章的第十三节很清楚讲到，就是我们要敬畏神和谨守祂的诫命。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即传道，即传道者咧，其实咧系即系帮助我咧。佢可以即系帮到我系从呢个嘅困惑里边能够得到领悟，可以从消极里边咧系进入到呢个嘅积极。从绝望是看到有希望，从虚空里面得到满足。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我 不希望大家呢好像一只的老鼠在这个的转轮上是跑，呃紧自己我们不是原地踏步不动。我希望大家的就是好像这个骑着这个单车，单车的轮是仍然的，虽然是仍然是不断的转动，但我们不是只是原地，我们不是原地踏步不动，我们呢却是向前走。我们更加我希望的，我们是走在一条敬虔的路上，我们走在一条是与神是亲密的路上，我们走在神的那条给我们所准备的那条直路上。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人生是不需要只是 cyclical， 就是这个周期性，
但是人生是可以呢是 translational， 是向前的、有不同的阶段的，有进展的。在疫情之前，其实每个礼拜，特别是、在周末，就是礼拜六，当我是即开车回教会的时候，即在我住的、附近呢，是有一条、大街，叫 Huntington 的大街。即我都会看到呢，是很多人呢穿上一些色彩缤纷的衣服，在这个、路上呢骑住的、踩住他的、单车呢，他们朝着同一个方向，面对风的冲击，但他们仍然是努力向前。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让我们继续的向前，让我们尽我们的本分，让我们走在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上。阿们。所以在散开的时候，请接受祝福。但是我主耶稣基督因为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